有一次呢，我要主持润娥的少女时代的润娥的记者会，我就有这个印象，我想说哦，学起来就是脑粉的意思，应该就是铁粉，只是现在新世代大家是，而且我觉得我脑子里想的都是你主持的时候这样，啊那谁哟，开始那边画画家常啊，哇，我们看到今天好多润娥的脑粉来到现场，今天我又跟大家好好的争取跟润娥近距离的接触哦。就后来一结束之后，就被媒体写，就说杨千霈激怒粉丝，叫他们脑粉。然后我想说，哦，为什么？就脑粉不就铁粉的意思？我才知道，哇塞，搞了半天，脑粉是在讲就那种就是无条件的盲从喜欢这个偶像。有点笨笨的意思。我们得罪家人可以被原谅，他得罪一缸子的粉丝哎，千霈。好，我要讲一个，就是有一次呢，我要主持润娥的少女时代的润娥记者会。巧，我就刚好在跟我的邻居聊天，她老公呢是个骨科医师，台大医生，是我的学弟。然后后来我就跟邻居讲说，明天要主持润娥，他说，哇塞，天哪，我家老公是润娥的脑粉呢。我就说，哦，这样，哦，是吗？这么巧哦。他说，对啊，我们每次那个床头就奇怪，不是放婚纱照，是放润娥的照片，每天一眼就看到润娥这样。所以我说，哦，这样子哦，我就有这个印象，我想说，哦，学起来就是脑粉的意思，应该就是。铁粉，只是现在新世代大家，而且我觉得我脑子里想的都是你，都是脑里都是你，所以我就想到，我就学到，我说哦，脑粉这件事要学以致用，你知道，当妈妈常常就是都外面没有走跳，不太清楚现在的那个词汇，新的用语。好，所以我就在那个主持的时候这样，啊那谁哟，开始那边画家常啊，哇，我看到今天好多润娥的脑粉来到现场，今天我又跟大家好好的争取跟润娥近距离的接触哦，怎么样？怎么粉丝傻眼？不是，我完全不知道有问题啊，就真的是很尽心尽力，得罪所有粉丝了，我不知道。说学逗唱样样来，就是哇，我就觉得现场赶快看得蛮开心的。就后来一结束之后，就被媒体写，就说杨千霈激怒粉丝，叫他们脑粉。然后我想说，哦，为什么？就脑粉不就铁粉的意思？我才知道，哇塞，搞了半天，脑粉是在讲就那种就是无条件的盲从喜欢这个偶像，有点笨笨的意思，我不知道。然后可是刚刚好呢，那个记者会其实就是润娥代言了一个 app， 就是聊天的，所以等于说我们在场所有的粉丝，我们有一个群组，然后我就开始狂道歉，我就赶快在群组说，我就说对不起，就是我今天讲错话了，然后就大家粉丝就一来往，你讲错什么话呀？我说对不起，我今天就是真的没有带脑，我以为脑粉是铁粉的意思，真的很抱歉，我真的没有在，我说你们真的超棒，这么挺你们自己的粉丝，我就开始解释啊，道歉什么。他说没有啦，我们看你这样整场为我们争取福利，我们真的很谢谢，而且我们才没有听到什么脑粉的，你不要，对他们就说你想太多，我们反而变成你的粉丝，我们被你圈粉了啦，好棒哦。然后我除了跟他们 say sorry 之外，我还跟公安公司一直道歉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那是因为有一些记者他想要找一些梗，但其实说真的，媒体也没有特别的在关注这件事，可能只是某一家去写，放大了这个事情。对，但是我还是一路道歉。我想到就是还有就是我讲错话，就是大家以后我们常会做一些活动啊什么，通常我们是公关公司来请我们，是，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对稿啊，大家经验分享，然后比如说好那个董事长好。比如说是杨奇煜，好，那跟我们都对好了，那一上台之后，我们就欢迎董事长杨奇煜，然后董事长一上来，起来，我姓陈，董事长就生气了，公安公司给错稿子吗？对，哇，这个最可怕，对，可是我的经验是说，当下我就被刁，然后董事长就不是很开心，我说抱歉，只是我经验分享，如果下次有碰到还是会有，没有，我就觉得下一次我们除了公关公司给的，我们。这些长官名字，这些 double check 了，对，要请他们公司的人来再来顺一次。对，必须。必须的，学起来分享，要不然台上一讲错，哇，真是没礼貌，真的算你的耶，我花钱来，对，我雇你不敢解释，雇你来，然后你还给我讲错话，所以大家经验分享。但我会觉得说，就是像我的那个事件，当下你就是认错，你不要，就你真的就讲错，事实上我是真的就错，所以我当下其实马上就一直狂道歉，然后。那他们也就是这件事他们也觉得没有啦，我们根本就不在意，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我在整场为他们争取福利，所以反而就是有一种危机变成转机，然后他们反而还很喜欢你，就说我们没有想到你竟然会为了我们做这样子的，比如说争取福利啊，可以多见面啊，握手啊或什么的。像这种你看刚刚讲的同样这个事情，会说话像我朋友那种老板会讲话的，就会说不要
一直走心也是难过吧，人家名字讲错很抱歉嘛，真的会讲话就是真的当老板的不会放在心上，对，不计较，是格局是大 的，你不要一直，对不对？那还是要帮大家 refresh 一下，脑粉的意思就是笨笨的啦，脑子有洞，脑子进水冲，对水啦，就是有点害，对，比较是自己会讲，我是大片的脑粉，对，自己会讲，自己可以，但不会去讲别人，自谦。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就觉得，因为他就在亏他老公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新名词，对，我就所以我就觉得以后你们大家讲话千万不要以为也长知识了，对，不要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秀，我是陈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杯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